2024年柳马奖牌整体贯穿了柳州龙城龙的元素，引出柳州的柳江河流形状，柳江一笔流畅赞道，龙伴水上，染江蜿蜒，与江岸攀升，龙身之下俯卧着柳州著名景点凤凰岭大桥，凤凰岭大桥与龙形龙马大拇指赞道呼应，寓意龙凤呈祥之势，积水三千扶摇直上，环绕在奖牌上是春雨刚过土中萌芽的那一抹绿，仲春三月正是紫荆花盛放之时，热情的紫荆花不仅滋养着柳州人，还盛情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共跑最美的柳州马拉松。奖牌一面是名，另一面则是警，罗警官是柳州警察的吉祥物，是拉近警民关系的亲切形象。罗警官身上的警察蓝环绕在柳江河上，盘龙山双子塔点缀柳江之上，是警心中的灯。龙城阁是柳州姚堡古镇最具代表的建筑，遥看十年，目及百年，龙城阁的灯火熠熠生辉。大众走的参赛服以白粉蓝作为主色调渐变设计，正面印有柳州市花紫荆花，沿用了龙形紫荆花赞道的元素，背后印有2024柳州马拉松。2024以生肖龙为设计，展示极其精妙的柳马。从本届开始，柳马将以生肖的形态设计，集齐12生肖不仅能够获得组委会的礼赞，更能在12生肖的轮回中让柳马伴您体悟轻舟已过万重山，不断超越自我的精彩历程。赛事设计的警察服装以白为底，两种选择红蓝为领的渐变设计，正面以云和山水为底衬，以龙为设计元素，柳江为线条贯穿整体，同时使用了锦旗、罗警官等元素，正面印有警察马拉松，背面印有罗警官护平安等响亮口号，体现出人民警察在赛道上给予的安全感与争创一流的风采。本届赛事获得中国田径协会 A1 类赛事认证，融入了柳州众多的特色元素，柳州的人文地貌、风景名胜将以最美的姿态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跑友。